各位嘉宾、各位传媒朋友，欢迎大家嚟到出席电影《无名》嘅首映礼。我系今日嘅大会司仪柯南黄君文，你哋好。由曾经执导罗曼蒂克消亡史嘅导演程颖，以著名嘅美学角度演出。今年咧，佢嘅新作电影《无名》早前咧就已经喺中国内地上映啦。 票房嘅成績相當之驕人啊！因為咧，累積接近10億啦，非常之犀利啊！而無名嘅主要演員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厲害嘅。包括就有請大家用見你嘅掌聲，梁朝偉先生、黃國國、周迅、黃磊、申道之、戴坦、江疏影等等。我陣間都好想同我哋一啲傾偈啊！咁我介紹下背景先啦，因為故事咧都同大家解釋下嘅。故事咧就係1934年啦，設到1942年嘅上海啦，作為時代背景噶。正正咧就戰時期啦，講述係一批咧地下嘅工作者啦，佢哋咧就冒住生命危險啦，去輸出情報，而且咧嗰陣時候係敵方啦，去做卧底嘅。咁講述咧大時代小人物嘅悲歌嘅。 介紹下電影啦，佢嘅美術都係充滿咗優雅感嘅。大家陣間入場嘅時候咧，記得留意咧人物嘅服飾啦，同埋場景啦，係非常之美不勝收嘅。嗱，今日咧呢部電影終於咧嚟到我哋香港咧舉行首映禮，亦都會喺咧明日，即係聽日啦，3月9號啦正式上映。好啦，大家都好心急啊，其實我都好心急嘅，因為要立即咧邀請我哋嘅男主角梁朝偉出場，有請我仔。 你好，好高興啦，可以喺度見到你啦，不如同我哋一齊嚟傾下啦，關於呢部電影嘅拍攝過程啦。好啊。咁大家咧都應該有睇到有啲咩咯啦，就見到你啦裏邊，都有啲嘅動作場面啦，例如係同黃一博啦有啲嘅係心血搏啦，咁好似即係打生魚啊，跟住你又冚透埋牆咁啦，大家睇到咧，都會覺得好心痛啊，都特別痛啊。咁其實咧，我見你呢排都有啲嘅動作場面嘅，咁事前呢部電影會唔會拍起上嚟都有啲難度，有啲準備啦？ 因為其實我哋先前溝通咗，想用咩方式去呈現呢一場動作片，咁所以啊，又都同武術指導傾過好多，咁亦都做咗好多嘅 rehearsal 啦。咁所以其實拍上嚟都幾順利嘅，但係我哋希望出嚟個感覺就好似啲街頭打鬥嗰度，即係唔會有招式。 但你希望係睇落去好似好痛嗰啲，真係好痛，即係搏命嗰啲。搏嗰個樽嘅時候，覺得好似佢今日入咗隻眼咁喎。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即係嗰但係嗰一刻，你都係關心個對手先啦。通常我亦都係想關心，打到呢個都好啊。大家都好 gentleman、紳士啦，咁啊今次咧電影裏邊咧，其實偉仔咧大部分咧都係普通話嘅對白啦。咁啊，當然語言天分非常之高啦，偉仔。咁啊，為咗呢部電影咧，之前喺普通話方面，需唔需要落啲苦功咧？要啊，都係要請個老師，即係成個劇本音樂。咁誒，你因為唔想。 一開始嗰時候，如果你唔揾老師咧，咁你記咗咧，要改到好難改㗎。咁有時有啲發音真係自己唔係好習慣，好適應嘅，咁所以都需要一啲時間去習慣。咁但係現場需唔需要到執一執？現場就執㗎啦。就好順啦，已經。因為劇本有嗰時我係住喺香港，咁拍戲嘅時候就喺上海，咁上到上海繼續有揾老師練習。 我有需要嘅時候就叫老師嚟練習，咁平時我有自己練習啦。咁同埋我相信，加上當時時嘅工作環境咧，你每日都要講過，咁變咗可能對我講嘅都有大幫助。咁變咗拍嘅時候，好似就得一兩次對白之外，冇乜其他都知我講咩。個環境都好影響嘅，係因為你有嗰環境俾你練習。 好啊，我哋暫時咧同偉仔傾到咁多先。不過咧，請你留步嘅，因為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咧熱烈歡迎啦，就係我哋電影《無名》嘅導演兼劇情以先生朱平，請你到嚟香港嘅，我們都好似我們的導演姜先生，朱平，歡迎。歡迎大家出場啦。先生在中間嘛，我們一起聊一聊關於這部電影的。我看了這部電影呢，就覺得裡面呢有很多一些香港的元素，有講廣東話啦，有一些香港的場景啊。 我想了解一下你对香港的印象怎么样？是有的，这个电影第一句对白我想起来就是广东话，对，周迅说的，大家要有印象。对。
为什么会加入这个香港的元素在那个电影里面？因为香港这个地域，我觉得是我们近代史完全无法回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。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邀请杨超越先生去参加你的电影？是怎样去邀请的？你们之前是认识的吗？因为请托尼来演戏，我觉得是。因为我请他看剧本，拜托他看剧本，然后他可能也正好因为这个杨博士也是我上一部电影的投资人，所以托尼也是在英皇里面就看了一遍。对对对对，其实你给了我剧本，我还没有看剧本，就看了你上一部电影。哦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。然後我就覺得佢上一部電影嗰啲影像咧就好吸引我，啊嗰啲攝影啊、嗰啲燈光啊，啊同埋都有好多好好嘅演員啊，好多好優秀嘅。咁我覺得啊，同埋加上我自己覺得喺呢個階段，我都想同一啲唔同地方嘅導演合作，咁真係發掘咗我一啲新嘅火花同埋新嘅可能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想要找一些新的火花，想要跟不同地方的导演去来一个合作。那你们合作以后呢？跟你们想象中之中的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就当初你对托尼的印象，到后来合作以后，有没有不同的地方？我觉得托尼在对于我们剧组来说，我一直说他像一个天使。他给每个人的感觉是无尊重的啊，因为他一到剧组，每个人都变得很开心。对，今天也是啊。对，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很快，哦，因为只要他一到剧组，大家很早就收工，所以就很开心。嗯，心情好，什么都好，对不对？咁啊，伟仔咧，你觉得今次同导演嘅合作系点咧？我觉得今次嘅合作都好愉快，亦都對我嚟講係一啲做咗啲新嘅挑戰嘅，一啲新嘅嘗試。吳宇容能不能自拍到？好得意嘅就係呢個唔知點解又好似有一啲一啲好熟悉嘅環境，好熟悉。剛剛這兒沒人，剛剛我前面沒人。然後我又重新再進入嗰個時代。嗰、那個類似古仔睇下呢個角色。哦，你覺得？今次我做少咗今次要搜集啦，因為我拍嘅你嗰套嘢嘅時候，其實都係講個年代，都係講個背景，講啲人物。只不過我係唔係做嗰人，係做咗另外一個人。咁所以我喺做資料搜集嗰時講啦，做咗好多。咁但係又覺得好得意喎，即係你突然之間用另一個角色又入翻去另一個環境，我覺得係好得意嘅件事。这个很有，非常之好的一个经验，我觉得两位呢，那我们两位的老顾请接下来了，我们呢就要继续有些合影的时间了，老顾问好的一个同事那帮你收收麦啦，然后呢我们呢就要邀请我们嘉宾来到台上，好的，我能跟他合影吗？好啦，咁而家我哋邀请嘅以下嘉宾上台合影啦，有请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拍电影，有请电影无名的总制片人罗曼集团主席于栋先生，恭请，欢迎三位，好的，哎，不用再。我们在跳舞，好的，没关系，好的，我们那一起来啊，保持笑容，看着我们中间的大会摄影师，看向我们的摄影大哥，对，看中间的，好了，我们一起保持笑容，好了，那我们先看左边吧，先看左边，我们很多的学妹朋友今天来到支持我们的电影，谢谢，好了，来再来中间吧，中间。我们一直保持笑容，谢谢。OK， 好的。然后我们的右边有很多的朋友，谢谢我们的学妹朋友今天都来支持我们。好的，感谢。好，咁我哋再望下啦，细机啦，系啦，大家都把握时间啦，同我哋台上咁多位嘅嘉宾咧一齐合照嘅。好，唔該曬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另外咧再邀請多幾位嘉賓上台一齊合照，好唔好啊？包括咧就有英皇電影營運總監邱漢彤先生，
英皇电影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邵剑秋先生，以及咧就系英皇影院集团总经理袁月文先生，有请三位。咁好啦，我哋咧一齐咧由华夏即中间先，我哋带会摄影师咧一齐影一张嘅合照啊！今日咧就系电影《无名》啦，嚟到我哋香港咧举行首映礼，电影咧亦都会系咧听日咧正式上映啦。好，一齐咧望下左手边，我们左边，左边有请几位朋友，我们的摄影大哥朋友。好，跟住咧中间啊，大会摄影师啊，想好多几张嘅靓相啊。好，唔该晒。跟住咧右手边啊，右手边，好，我们一起保持笑容，看看右手边。好的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们，多谢大家，亦都非常之感谢咧，我哋今日嘅嘉宾啦，一齐嚟到咧支持呢部电影《无名》嘅，多谢大家。今晚咧，我哋咧《无名》嘅首映礼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啦，希望大家嘅掌声，多谢大家今日咧汇涌嚟到支持呢部嘅电影，希望我哋影下喺香港啦，受到我哋嘅观众欢迎啊！亦都要咧特别多谢场地赞助时代广场，多谢我哋台上嘅嘉宾 ，thank you。咁事不宜遲啦，邀請大家咧，而家咧就可以稍微慾步入場，欣賞我哋呢一部嘅好戲。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晚上，多謝，拜拜。